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关键字，我是特派员杨洋杨天雅。我们今天来到《轨迹》的放映会，然后请到男主角曹彦豪。Hello， 大家好 ，Hello 杨洋 ，Hello。好帅哦！天哪 ！Have you done？这部电影里面饰演怎么样的角色呢？这次在这部电影里面，我饰演的一个角色叫 Alex。那我们里面有五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都是集那种全副于身家背景到一个最高点的一个状态。那我的角色在里面，他比较曲折，我觉得他的情绪变化起伏比较多，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那跟你本人差别大吗？这个角色？我觉得应该是说，应该我们这其实它的主题跟吸血鬼有一点点的关系。像我现在有戴这个牙齿，我觉得跟我本人有个差异是说，你终于有个机会去诠释一个跟你自己差异性很大的一个角色，然后在里面其实可以玩得很开、很疯狂，因为跟我们这个剧情里面有很多桥段其实是充满着，不管是说冒险也好啊，或者是说一些 party， 或者说一些很。特殊我们一般生活不会遇到的状况。You did this to us. It's called to find. Look at me. Tell me what happened. 那你自己本人有做过什么很疯狂的事情？其实不少。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我近年我觉得让我回忆很深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不觉得是会很疯狂，但是我很喜欢那一段旅程，就是我跟我幼稚园同学。还有他的弟弟，然后我们三个人我们就飞去以色列，然后我们就开车啊，然后把整个国家绕了一圈，然后大街小巷啊，他的山上我们到处去跑，然后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因为我是第一次到像以沙漠为背景的一个国家，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然后你也是没有判就跑过去了？我们就是突然决定，然后买了机票就去。哇塞，好酷哦！你们去多久？去了大概十来天。哇塞，那真的蛮疯狂的。对，如果你现实生活中就变成吸血鬼的话，你第一件会去做什么事？我会去买吸管。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看，像现在吸血鬼，你戴那个牙齿，其实要喝东西都会挡住。因为你变吸血鬼，就是以我饰演过吸血鬼的一个过来人，跟各位可能变吸血鬼的人分享，就是要买吸管，你这样子喝东西会比较方便。大家吸管多买，好出乎意料的答案。我还以为是很务实的答案，对，或者是就是上正音班之类吗？刚刚钟瑶有跟我们说，就是发音没办法好好发音。对，其实讲话会变得咬字不太好。哦，辛苦辛苦。好，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游戏环节，残酷二选一。第一题 ，A， 你要成为哭不出来的演员，或者是 B， 每颗镜头都会笑场十次的演员。A， 哭不出来。B 太烦了。对，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哭不出来的演员，所以就是做自己。哈哈，你太可爱。下一题 ，A 有十个铁粉，你所有作品都会很关注，或者是 B 十万个路人粉丝。A， 十个铁粉，我蛮重感情的。哦，是哦，要学习到新东西。A 电影首映会当天长一个超大的痘痘在鼻子上，或者是 B 首映会睡过头。我选择长痘痘，我觉得首映会睡过头，好，我们就参加不了了。你们都好敬业哦，宁愿自己丑，然后一定要参加首映会，不可以睡过头。对，感觉那个蛮恐怖的，那个心理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创伤。你自己会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我今天有来，也没长痘痘，多好。A 笑点超低的人，或者是笑声很难听的人，就你自己。A 笑点超低的人。笑声难听，你看什么？我觉得笑点超低的人，感觉就跟大家很容易融入啊。笑声很难听，听起来是一个蛮特殊的形容的状况。或是台词。Oh, oh, oh, oh. 你对圣诞老人有什么意见？没有啦。接下来你 A 演不喜欢的电影，但是片酬很多，或者是 B 就是自己导一部戏，但是赚很少很少，甚至是亏钱。好，我选 B 好了，因为我觉得我如果真的有机会去导一个制作的话，可能
能也不会很好看，但是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遥不可及的状况。哦，了解。那你有想过要搞什么题材？下一题。有灵魂伴侣，但是只有酒肉朋友，或者是就真心朋友很多，但是单身一辈子。哇，好难哦，好残酷。A 啦。哦，好，了解了。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英文的绕口令挑战。我本来想说要继续问，但是想说，英文感情好像不太好。英文绕口令挑战，因为听说你们在戏里面都有练英文。可以看吗？可以。Wilma and Velma wish every day for every warm and wet weather, and five very thirsty vampires found a victim in the West Valley Village. 好强哦！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挑战的，好强哦，成功哦！因为他们昨天又把那个先传给我，我昨天三点才睡，就一直在念，一直在念 Thirsty Village, Thirsty Village。接下来就是挑战完了，要请你做一个你应该是很擅长的事情，就是帅气的吸血鬼三连拍。我的吸管那个？吸管，你有代言的。三二一，三连拍。有帅。可以。好，赞，谢谢，辛苦了，感谢你。We're trying to mind control me. We are not in a movie. Have fun. What kind of ritual? Why are you questioning me? Somebody is dead! Well, Jesus, it was your fucking turn! You did this to us. It's called to fight. Look at me. Tell me.